自身你给我私生子，自私有两种，你就是上惨的那一种。你妈就是贱，张嘉玲的妈妈有问题，阿公妈，你妈有问题，竟然替恁爸爸发挥我代志来咧考罪我。我这个人哦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 见到小查某，当然就是连小薇啊！你莫救是讲，我无迄个手段对付你。想要跟我打，后世人再阁讲啦。当初因为张嘉玲的妈妈，我系你的婚姻，我自细汉就足讨厌张嘉玲，我家己当作是冤仇人咧看待。啊，不过我即马看破。 哎，我们这样尔痛苦，张嘉玲的妈妈有问题，阿公妈，你嘛有问题，竟然替恁爸爸反背我代志来咧考罪我，你明知影迄件代志对我来讲，我有偌艰苦，我有偌万难。你即马提反背我的代志。 当作多啊多多，你甲我抬，你看我艰苦，你真欢喜。妈，是的，我唔是偷狗，你来讲讲啊！你真正害我做错事咩？你若是为着爱情，你想要反背我，我紧。 可我袂原谅你，我嘛会甲你当作母仔囝的关系，你家己好好考虑个清楚。什么商场武则天？你根本就是菜市仔的农民。小姐，没马郎进京，请你放一半油，甲你小看卖咧。董春奇是虾米人？去迫害了少峰，还佫有雪莉的婚礼啊？ 是虾米人？但进来面头前甲叶少峰的心情拢压压出来，你安尼都对。你若是爱我尊重你，你就先当个做叶少峰的太太，再过来讲。哦，你愿意？人叶少峰也无一定要收的。<笑>人笨手吼，要有资源回收啦。也毋过我看你连资源回收的资格嘛无。 想要拍完，来啊！你若是敢看到我，影响到阿峰，还佫有少强因两个未来，就是你。我相信老夫人应该是袂原谅你。你即摆要也够痛苦，以后你若甚物拢无，你应该就知影啦。若惊死，你就较听话。就像过去共款，安尼不择手段伤害阮妈是？无毋对。 我感觉你这世人最上吊的代志，就是叫叶少峰。私生女给我私生子，私私有两种，你就是上惨的迄一种。你妈就是贱，才好我机会来糟蹋你妈哩。你甲阮妈回信嘞哦！你才甲我回信嘞！你即马叫伊来甲我跪，看我会帮你煞无？影像想要摕到分店董事长的位。 就一定要得到阮瓜家的支持。我只要收到啊，连真真飞拢来救我，我就感觉足欢喜的。<笑><笑>我听到有人讲，伊足欢喜的，要聊准二项嘞。原来是你这个有魅力干事的戆查某。我感觉你老爸吼，有你这查某囝，敢会感觉讲足亏欠社会啊？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 你跟我较客气哦，我懂啦。我这个人哦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见到小查某，当然就是连小薇啊。哎，时间要到啊，高档来未来啊？没够等啊，我爸无闲，所以我今仔日是代表阮爸来。你有啥物话，你就跟我讲。咱两个头一次见面的时阵，我就知影咱两个人八字未合啦。 啊！你讲硬要替恁爸爸来？
我是不知道你这个人是太过单纯，还是太过地吧？你跟我较有站站多，别想超过。我这个人上有名就是做代志无站无站，我若无得到目的，我是绝对袂放手的。唔相信你就试看卖尔。要唔过，你敢要摕你一世人的幸福来跟我赌？你别笑，是为有王雅婷来维孝温太太啦。我跟你讲啦，你若是继续用这种态度，你有卖孝心啊？我会支持你。滚！滚！我唔听唔对伊无，你用滚？你真正以为你是赶界的人吗？你卖靠自家就是商场的武则天，恁做生意无遮尔啊清气啦。你卖就是讲我无迄个手段对付恁。阿妈，你先冇搞清楚无？想要跟我打，后世人再佫讲。你说啊？你别过来！等一下，先听我讲完再佫讲。谁呐？叫查甫人放生，大来要死要活。我会当成全你啊！也毋过我予你一个建议。你较难出手吼，就爱较重嘞。安尼吼，只会当做一届就死啊！啊，无你安尼要死要活，冲破条脉倒咧眠床顶，迄是足艰苦的呢。啊，你实在是足无路用的呢！啊，你连要安怎死你都唔知，要死我甲你教啦！麦过来，我无想要活。你记啊你嘞，你是得到啥？我怎样？要不讲我真正不甘愿，我就算是做鬼，我嘛袂放你煞。鬼？大家拢讲鬼，啊你是看到鬼哦？你真正当作你做鬼，你都好多报仇？哦，你来遮古锥哈？你敢唔知？这个世间。人比鬼更加恐怖，要报仇，不是干那出一支嘴，去找业界的人。我去过啊，我查啊查过，闹啊闹过啊，不过根本就无法度挽回什么。无法度挽回什么？那废刀啊！你都唔惊死啊？你即马是咧惊啥啦？哈？我跟你讲。你就是爱让业界，还佫有叶少峰知影讲吼，因的痛是啥，才会知影讲吼你有偌痛